我愿为你守候，就让爱的最美在2012。多谢恁安尼一路有情有义的收听，恁的温情我绝对袂放袂记。多谢伊。许少强真正就是英杰，杨大伯，伊袂对这个所在这么熟悉，看伊的模样。敢那是对过去，还阁无托放袂记。既然你是英奇，你无死，你为虾米唔甲我讲老实话？为虾米袂倒来我的身躯边？偏偏要甲我做对头，甚至是创治我，予我歹看。敢讲你就是认定当初害你的人，我嘛有份。英奇，我当初真正是要为你报仇。为什么你要安尼误会我？为什么咱两个人会走到这款地步？既然拢已经走到这，嘛无回头路会当行。为着囡仔，嘛为着我家己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让英奇这个胆敢真正太子，回来我的身躯边。可怜无忧，敢若是对这所在真熟悉。佩姐，我听无你的讲啥？我听讲这所在是你起家的所在，专工来看者。我只有倒位风水无好，啊，若无你的事业，你的人生，那一路拢那坎坎坷坷，这样白顺。你讲得无唔对，我一路走来，确实是真坎坷，有几啊边坡道拢差一点仔爬袂起来。有可能是因为我的个性，我想要求完美，嘛顾虑伤济，再到最后，连做啥物代志拢做袂好，啥物拢得袂着。嗯，这个所在对你来讲真重要，你有真侪感慨啊。是讲我想无，为虾米我来遮？这个所在是当初我甲英奇一卡一手，阮两个做伙打拼，甲遮起起来。虽然过程真辛苦，也毋过患难见真情。嘛，因为阮这个共同打拼奋斗的目标，阮的感情嘛愈来愈好。这个所在。就亲像我甲英奇做伙生来，请用的囡仔同款。你甲杜英奇，恁的过去我已经听出侪啊。好，那安尼我就讲一寡你唔知影的。当初英奇我心意话，我唔那伤心，我嘛足自责。我甚至甲李明良、夏丽玲、甲陈文明三个人，我带去码头。你甲人同归于尽，要替杜英奇报仇。这代志真是拢讲过啊！刘师妹，尊公你今日约我来这，就专工要跟我讲，你为着对阮妻，你牺牲偌济，你做偌济，安尼唔免啊！爱记的，是你家己亲嘴跟我讲，你已经无爱对阮妻，你爱到习惯，甚至你过来找我先生，迄样话刺激。你应该别帮我袂记啊！
你家己做过的代志，就算讲你家己袂记，不过别人拢会记条条，你只家己看出错。有人讲，人生就充满选择，有的时阵你会选择这個，有的时阵你会选择那個，要唔过所有的选择，拢是要为着家己找到上好的出路。所以这就是你选择我，放弃杜英奇的借口。这不是借口，这是事实。你应该知影，我捌流产，要唔过你应该唔知影。我怕肚里底个囡仔，爸爸是上吊。你当初你跟陈伟明做伙啊？你个囡仔当然是陈伟明的。要是讲迄个囡仔真正不是陈伟明的，你真正参照潘金莲同款用花追星，给我变成西门庆。我若讲这西门庆是你，看，迄个时阵咱根本就无熟识，哪有可能是？清楚的，我巴肚内底的囡仔爸爸，就是跟你生作一模一样的人，杜英奇。我巴肚内底的囡仔爸爸，就是跟你生作一模一样的人。杜英奇，你敢确定阿斗内面迄个囡仔真正是杜英奇啊？杜英奇不是早死啊？表面上伊是死啊，只不过实际上，伊一直活在我的心内，伊甚至拿着上珍贵的宝贝给我。就是伊教我的囡仔，嘛是因为迄个囡仔，让我有重新求生的意志。我想讲，我若是当伫等家，将我甲英奇的囡仔抢养大汉，安尼嘛等于是替英奇向等家迄三个人报仇。也毋过，世间的代志，无法度顺我的心意，因为谢丽玲，伊设计陷害我。让我跌落楼梯，也让我跟英奇的囡仔就安尼无去啊，也让我所有的希望，甚至是活落去的勇气都无去。我真正是连死，我拢无面能够去见英奇。一旦你出现，我才感觉我的人生。还有希望啊！其实，我认为英奇无死，伊只是换一个死，改一个名，用另外一个身份阁活落来。伊会袂来跟我相认，迄是因为误解我，伊误会我无爱伊，甚至是伤害伊。万一我过去有真多代志，让伊深深记在心内，伊才会无法度，搁一遍去面对迄款痛苦。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你搁想要甲我讲，我就是杜英奇，是无？讲你唔是，好。我给你看一款物件，这条汤已经滚一久啊，但是任何人，那是正常人，摕到迄条瓜，一定向汤了。也不过你，煞一点仔反应拢无。还有这個，之前阮爸受伤，你为着要救伊，你的手，你才明明就有受伤，
也不过这么短的时间内你竟然恢复得这么好，你这所有的状况都跟英奇同样，你敢说你不是英奇？就算说我是杜英奇又该安怎？你要重新回到我身躯边，咱两人重新开始啊？那不是无可能啊！这是绝对无可能。现在情绪完全无同款了。你有陈伟明，我有天心，天心巴肚里面还有我的囡仔。我嘛有，我嘛捌有你的囡仔，只是叫人害死。坦白讲，我真同情你啊。不过讲起来，我嘛替迄个囡仔感觉足好运的。尽管伊还阁活咧，伊都还要，你这一生啊，想要报仇的妈妈，还阁有迄心内只有猜疑的假爸爸中间，你敢有想过又何为难啊？你一心一意若想要报仇，你敢有想过囡仔伊的立场啊？这就是你对杜英奇还阁有囡仔的爱。从头到尾，你拢参照我伊个感觉。你若爱你家己，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人。你哪会当安尼讲我？我明明就为你牺牲家己做啊！就算讲我跟陈文明结婚，我嘛坚持无甲伊困同房。即摆巴肚内面怎啊？到未来？好，我就跟你讲。是你那天晚上冲在我那裡，把我一人在那裡放掉，我才叫陈伟民招待这位子的孩子。你现在有感觉替你自己报仇了吗？你有怨仇了吗？林奇，你看到我为了你吃到那么多苦，去让人糟蹋，敢说你没感觉一点点的心痛？一点点我不敢，第一我不是杜英奇，第二我真是同情你，不过也是参照他所说的，这都是你自己做得来。孩子，阿妈过来厝的，等咱回去吃团圆饭，我先等你。英奇，英奇。英奇，你别走，你别放我一个人，我真的感觉很孤单，我们活得很辛苦，但是连你都不接我，我真的真的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。就像陈秋一头所说的，人的一生是可以选择的。既然你已经选好想要走的路，不管我是杜英奇还是许少强，我让我祝福你，祝你好运。英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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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奇！杜英奇，我都已经对你放老嫩啊，你今日阁对我这么无情，我也无做唔到什么代志啊！你凭什么当你对待我？哦，既然你袂甲我做对头，那呢，我嘛绝对袂让你好过。阿伟，
外面较细。我伫遮啦。歹势，我有一挂代志，所以较晚回来。小美啊，不要紧啦，我爱回转来食胃药就好啊。啊，外面。我唔知影呢，伊可能是去客户遐送礼啦。伊知影今日要胃药，应该真紧就看得来。哦，是啦。哎，国开安怎无预应哦？啊，是这是过年应该要转来胃药啦。靠啊，这唔捌规矩。哎呀呀，妈啦，不要紧啦，吼。最近发生这么一件事情，对吗？啊，尤其是过年哦，这么特别的日子，我相信外面心内哦，心情一定就不好过啦。你别怪呀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了，来来，大家我们就紧张，探烧，试看卖我的手艺，行吗？啊，慢来，来这个。行吧，好，啊，好。我回来了，啊，这细米，个天生哦，不多人有见啊。我这来我哦，都随时有要干那顺谈破啊。嗯。你今年这贵了哦，富上啊，满意。大姨妈，天生的巴肚吼，愈来愈大。安尼落去嘛不是白话啊！你看哦，是不是爱赶紧找一个好日子，和天心跟少强的婚书办办了？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过年要过哦，我得请人去看一下子啥子。给因两个去婚书哦，紧办办。阿妈，我。阿妈。多谢你啦！哎，天心来，记下一挂，爱补充营养吼，安尼哦，营养就落我都较紧大。师妹啊，你是咪看天心甲少强两个人感情这么好，啊，即卖为民煞无你的身躯去陪你，啊，心内顶爱叫啊！不要紧，严明哦。爸替你出轨，好，外面回来的时阵我一定来领。伊讲即卖呢，我先替外面哦，硬在乎你，好不好？你加少管呢，啊，爸都来滴宝宝，先见大汉啦，啊。多谢爸。你先，慢来，慢，你先。是要有啥个啊？你要管遐尼济啊？唔免想嘛知影，这一定是要恁爸爸妈妈出国用的假护照对无？请问你，你暗时无等下甲阿妈甲陈浩文围路，你就是咧替伊两个买几挂物件？请问你，你到底有把我当作是你的某无？要若无你那啥物代志，拢袂互我知影。伊是你的爸爸妈妈。唔，那你关心我嘛，真关心你啦。所以你有啥物想法，你咪当甲我讲，我两个斗相共啊。我已经甲阮爸妈拢讲好啊，其他的代志我咪跟恁拢好啊。只要一切平安顺利，明仔这个时阵，伊两个人就已经离开台湾了。那是李明良甲谢丽玲安尼就离开。以后是谁要来替我对付杜英奇？我先来洗身躯。哎，文明，今麦是过年的时阵呢，海关的检查弄会特别严格。假使讲你今麦和恁爸妈去，万一若是去用抓到，因的罪行愈严重，到时阵连你嘛有代志呢。就是因为过年，这个时阵出国的人上侪啊，趁这个机会把阮爸妈送出国。等到我较袂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你敢真正希望恁爸妈离开？敢讲你只要无看到陈浩文甲许少强伊的关系是愈来愈好呢？这个许少强一定变成你甲陈浩文爸仔囝中的阻碍。只要
有恁爸爸妈妈伫你身躯边斗三工哦，恁才有法度对付伊。你的意思是，爱阮爸妈留伫台湾，顶届因两个人差一点啊，去互警察抓去，所以我袂用讲冒险。哎，对啦，你安尼讲嘛对。咱做事实哦，本来就袂用遮尼自私，干那咧替家己想啊。是嘞，我无想清楚。姊妹，我知影你是为着我好。也毋过，阮爸妈已经为着我做遐尼侪代志啊，我袂用阁拖累因啊。我即马干那希望会通平安顺利送因两人出国，伫国外重新开始。你安尼想哦，当然摸唔着。只要因会当过了平安，你唔才会当安心，对无？啊，好啦，啊，你唔是要先讲紧去啊？喂，艾伦，我有代志需要你到三江。有什么重要的事一定要问阿姐。爸妈，新年快乐！来，这是我专工为您传的啊。哎呀，您是安怎啦？这是我特别为您传的鸡汤。算你有心，阿母的专工要问阿姐，应该不是干那要摕鸡汤问吧？当然不是啊。我阁准备一个大红包要给恁哦，老细妹，你是不是要出卖阮？通知警方伫遐等阮。妈，你莫遮尔紧张好不好？哎，你一日欺负我的时阵哦，那你大家拢对我歹亲亲大细声，今麦那一路子就变到遮尔顺。好啦，那变到遮尔无胆，真正是人咧讲的恶人无胆呢。你唔免得意，早晚会轮到你。好啊，阿水，有啥物要紧代志紧讲，我无袂了口，点辛苦。你卖着急，等你看完这個，你就会真感激我。在过年的时阵，送你一个大红包。老水米，你还看徐少强要创啥？您可能没看清楚，许少强的手里提迄个鼎盖，其实是烧烫烫的。一般人若是卡着，一定叫烫到受伤。但不过你看伊，连麦头拢无夹一个，这款情形只有一人甲伊同款。迄个人是杜英奇。啊，不过许少强身躯顶。无杜英奇，伊做台子啊？对啊，你甲伟明敢是嘛亲眼睭看到杜英奇予人火化，伊要哪可能会出现伫阮个门口前？我嘛唔知为虾米，我干那知影杜英奇唔那袂听，伊受伤复原的能力阁真强。即个许少强嘛是同款，我看伊前两天为着要救陈浩文受伤，现过今日看伊，伊身上煞一点仔伤拢无。因两个人生作共面。有可能是卡合，也唔过连体质拢同款，这就想无可能。这里阿片哦，不用代表啥，毛可能是假的。敢是你甲徐少强两人串通好，你要挺徐少强做金太子，讲话特殊变，所以恁两个联合起来演这出戏来骗我对哇？对，一定是安尼。咱若无，一个已经被火化的人，要哪可能去挖起来？老细弟，你卖钱干？想要避鬼避鬼？我明显看咱都在骗去。你真的足奇怪。
现在我跟慧明，我阿母感情真好，而且我巴肚里面还有一个囡仔，我当然替伊设想啊。我现在让你知道许少强真正的身份，我是想要提醒慧明现在在单家的身份地位真危险。你若是不相信我说的话，我告诉你看一项东西。小母，敢是阿梅西？阿梅西以前捌失去记忆，伫伊失去记忆之前，伊真正的名叫做赖秀如。这个赖秀如以前是甘国峰的助理，陈浩文伫婚内了后失踪，伊去投靠甘国峰，甲这个助理有一段感情，而且因阁有生一个囡仔。这个囡仔唔免我讲，恁看就知影，这个胎子甲对因是同款。嘛就是讲。你哦，即马啥物拢唔是啊？阿梅西才是陈浩文的太太，而且你即马阁是一个通缉犯。我想陈浩文一定甲你离婚，娶赖秀如做某。到时阵哦，不管是你这个大某，还是文明迄个太子，拢爱换人。想袂到阿梅西竟然是对伊的妈妈。闹一件代志，不回报。对不起，竟然无死。来了，我拼死拼，我是为了啥？来徐少强，等伊临走归宗，但是到尾啊，为民什么拢无啊？即马陈浩文更唔知伊的痴心好心，就伫伊的身躯边。徐少强嘛更唔知伊家己的心事，所以不要紧，暂时阁无法度受理。踮过来是有一天，有一个人走出来讲破伊的心事，或者是阁较直接。帮助阿梅西恢复记忆，到时阵咱这几个全部出局拢免算。今麦我应该做的，就是周董、陈浩文，还佫有徐少强追责，还佫有注意你迄宝贝好心为名，莫互伊想出错。啊，刷落来应该安怎做？我想唔免我讲，恁拢知影要安怎做。你只是想要借阮的手，把你威胁丢掉。我无安尼讲哦，我敢若知影，不管我安怎做，拢是咧替恁为民设想。恁即马上好赶紧去庙里拜拜，甲神明摸大腿，看是毋是有几尊较好些的神明，会当保庇恁后生一世人平安富贵。